在咱新南医学院主任，感谢上帝，予我有机会当代表咱新的院长甲全体的老师、学生来到遮，向咱大家请安报告。咱即摆先来看一支影片，这支影片是咱学校今年打拍的，总共有七分钟，咱即摆来。那就是会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，就有点像在教会的那种感觉，而不是非常知识化上课的那种感觉。大家是做伙做伙住啊，做伙食饭，这种斗阵的感觉，就是像咧甲厝里的人做伙迄种同款的感觉。我想这是我伫台南市内底所体会到，这是一个有互人有啊家庭的温暖，还有一个家庭的气氛学校。对学生总会才所选举出来，真做一个目的会，啊，主要就是在帮助讲学生甲学校之间，若讲有啥物款的问题，要建立一个桥梁，还是讲建立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。目的会内面也在办真侪活动。我相信最近大家拢看到一挂壹传媒改了台南市铁路东移的代志，而且学生拢会透过家己组织，也是透过目的会来发这个消息的时阵，去参与到这个代志，会当更加有团结的心。上早是巴结的牧师，啊，印刷这个台南市人伊经过清国的统治，甲日本政府的统治，迄阵因对英国来的时吼，啊，伊在想讲啥啦？上帝派伊来汉济山的台湾。因为对台南古城啊，行去这个高雄遐个白沙主持礼拜，爱行九点真久，所以伊慢慢会明白讲，哎，原来上帝派伊来这个汉人这山的台湾吼，是因为伊的脚长啊，真好行路，啊，这就是巴结的奉献的精神。从中医牧师开始，伊做院长了后，开始提倡一个叫做本土化的信仰教育。就是这个信仰教育要跟台湾的处境要可以结合，要关心台湾的劳工，关心台湾的这些种田的人，可以跟这些弱势团体可以关心，做一个真正耶稣的门徒，真正要纪念耶稣，说到要跟耶稣行同款的路，做同款的代志，活出同款的生命，要怎么在各种的议题各所在来见证耶稣的救恩，耶稣的疼，活出
甲耶稣同款的生命品质，啊，这是南青年基本的精神啦。我感觉上骄傲的是台南市南医的一份子，对这块土地，甲这个土地内底徛起的百姓，特别只个弱势，也是讲容易予人忽略，只个状况，有迄关应该爱去关心的责任感甲使命感。南青的文化是较在地性。他伫亲近伫即个土地顶面，照顾咱遮民众的心情，徛伫个受害者这边，顶顶的一寡运动伫个过去，所以我才会选择伫这间学校来读，因为我嘛想要做一个亲像手啊亲近伫即个土地顶面的一个人安尼。我想了解先讲，咱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就是咱有台湾。啊，也有福音，也有基督教的福音。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关心台湾的前途，关心台湾人的幸福，关心台湾的这个未来。所以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军队耶稣的人，咱有责任啊。无论通过咱讲的话，通过教会所做的事工，我也期待有较侪的青年会当来培养，予台湾往一个更加好的未来。先来做感谢你，我今仔看到遮尔济优秀的青年人，因来面对你，来到这个学院学习，有法看到新南院的愿望，你经过阮的心志，有法每一个人会当踮伫台湾这个所在来面对你，来迎接你的信仰。阮天神伫你的面前，要照你教示阮会祈祷，阮三个来祈祷。欢迎你来信，越过越大，越近越长，越近越近越近，我的心里面从来下面外一口，请求外面下面和外人，我一朝外一起，对外他的旧爱，引动外面一个人的吸收，来来不及。毕业了后，受派转去南市正做团导师。目前我的职务是立案小组的执行长，专门负责好好管理立案的工作。第一招我嘛真简单，来问咱报告学校即马的状况。今年咱的招生有两批，是伫个四月二十七号甲二十六号，二十六号甲二十七号这两批是正式入学。啊，伫个暑假阁有另外一批，是伫个七月十六号到十七号，这是一般的入学考试。关于立案的部分，目前咱已经把立案的计划书来送到教育部，教育部已经通过内部的审查，即马在进行外部的审查。审查了后，伊会甲阮恢复审查的报告，然后阮改成一个月上一摆的复审。但复审了后，通过就会派人来实地勘查，然后后壁来工作地当进行较成熟。其他相关的活动，咱会当来参考基本南市的通信，拢记伫内底非常的清楚。而且我嘛要邀请伫咱中间，若是有心志要献心的兄弟，欢迎恁赶紧来加入南市这个听的大家庭。通过学校的学习，甲学校的生活礼拜，真正会当体会到真侪信用实践的道理。尤其伫个即摆，院长的领导下面，当时这个学校
佮较是伫个稳定中来慢慢啊成长，慢慢啊转变。所以欢迎有志献身的兄弟、陈少年，欢迎来加入这个听的大家庭，甲阮同齐学习分享，做伙行献身的道路。伫过去的一冬，真感谢咱教会对男性的支持，因为你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咱的学校，和咱的学校的学生，会当对欠缺甲满足来得到弥补甲鼓励。我真感谢上帝，赏赐这么丰富的恩典，愿通过咱的贴心来成做男性的祝福。将社会有温伫上帝国的宣告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也愿主加给恁手所做的一切工，纪念恁的一切好所行，愿恁平安。